线上已经到的同学，现在能听到我讲话吗？好，现在没有问题了。刚才遇到题啊，然后我现在退出，重新进来一下啊，现在基本 OK。很抱歉耽误了大家一些时间，那我们就长话短说。现在开始今天的一个讲解。那么我给今天亚洲盘的一个讲解就命了个名啊，就是反复的印证与非美的狂欢。那么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啊？我觉得有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来自于我觉得这个反复的印证是因为我们在昨天，我们在前天，我们在昨天、前天以及第一次给大家去进行解盘、去进行讲解的时候，那么我们所给予。美元它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我说的美元是指美元指数啊，就是它还没有见底。为什么让大家不要去，暂时不要去过于乐观的看多美元，就是因为我们在技术面上以基本面上都找到了一些足够的理由去给它进行支撑，去给它进行印证。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在讲完这些我们的这个论据，讲完这些我们给予市场判断的依据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确实一直按照我们的主要的思路在进行运行，美指在昨天冲高之后，立马一根大型的阴线回落下去，然后现在来到了我给大家去指定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底部。那么这个底部它是否会成为美元真正的底部呢？那我觉得也不一定。那这个不一定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是来自于基本面的推动。我们看到，现在昨天在欧元公布消息之后，已经彻底的把这些缩减购债规模的预期，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板上钉钉的既定的事实。那么我们看到，美元昨天在受到消息之后，应声而下。所以说，来自于基本面推动，使得美元它进入到了一个技术面上很好的位置。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去完全推断它是否是底部。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可以庆幸的，就是在前几天，我们并没有因为对行情的错误的判断而去做一些交易方面的损失，而是去规避掉了很多风险，而且去给出了大家在非美上面不同的建议。那么我们的前面的反复印证就是美元并没有去构筑底部完结，对吧？这是一个反复的印证。那么这个印证还有我们对非美货币，包括欧元的预测，包括对欧元的分析，我相信昨天大家都应该去有听到我们的亚洲盘解盘，怎么去分析欧元的，怎么去分析纽币，怎么去分析澳币，怎么去分析日币，包括怎么去分析黄金。那么我们看见市场最近就是在反复印证我的观点。那么我们在这些交易当中是否可以，就是说，在经过我的分析，再结合自己的独立思考，是否是真的去有规避掉一些风险，或者甚至是你在这一个市场的反复的这种。它是否是筑底，或者是否是够顶的一个状态中去获取一些自己的利润，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那么第二个就是非美的狂欢，非美的狂欢来自于这个刚才分析到不同一些品种的一些集体的顶部的反弹。注意啊，我说的是顶部的反弹。那么顶部的反弹就是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一个是有可能是顶部的反弹再次去筑顶，那么第二个就是趋势的继续的延续。所以说，我们昨天在给出大家在关注晚间8:30欧洲央行公布的这个货币政策利率要议的时候，我们去分析了欧元大概率的还是会形成反弹。所以说，我们昨天在待会儿我去给大家去讲到啊，昨天我们再去这个去分析到欧元的低买和欧元的高空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盘面上给予昨天思路的再一次被确认，那么今天它所走出来的路径就一目了然了。好，那么我们讲完今天的主题，接下来进入到我个人的一个自我介绍。顶级外汇培训导师，政治经济学硕士，独自创立了混沌三角交易体系与机构订单识别。首位将裸 K 技术引入到这个国内的专业教学导师，IKWS 的创始人，擅长针对这个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这个交易风格的投资人去制定属于自己的交易计划与系统。啊，这个不做过多的自我介绍。OK，这个是英文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个财经日历。为什么每天要去看财经日历，或者是要去解读一下财经日历？因为我觉得这些基本面，我们再去做一些短线的持仓的时候，特别是在做一些投机性的交易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基本面消息带来的推动，使得我们可以提前的去预知它，然后提前去进行一个布局，使得在交易当中有利可图。昨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OK，那么在今天晚上9:30的时候，同样的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消息面，值得大家去关注。当然了，都是在同一时间，基本上会是在同一时间去进行公布。第一个是美国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就是这个说简单一点，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吧？第二个就是这个零售核心零售月率。那么我们看一看第三个，就是这个月度环比12月份的也。是零售，都是关于销售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基本面方面啊，在这个数据方面，我觉得它还是会相当会利好美元一些。所以说，尽管美元现在跌跌不休，美元现在正在不断的筑底，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些消息的公布，在晚间9:30消息的公布，可能会带来一些美元方面的短期的利好，来造成一些我们是否能在今天的一个布局当中去空一些非美呢？在顶部去空一些非美呢？或者是去寻找那些趋势已经走出来的非美去多它呢？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应该去注意关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点。那么我们昨天在讲到这个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啊，中国央行在抛售美国债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就出了一则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今天中国政府出来表态了，说我们并没有去抛债务。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抛售美债是有理由的，完全有理由的。昨天给大家去分析到，因为你美元贬值嘛，对不对？你美元贬值，我手里持有你的美国政府的债务，那自然就被稀释掉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美国现在，昨天给大家去分析了，你想去拉动你的出口，对吗？原来你的进口是直接对接中国的出口的，形成一个贸易逆，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人民币过度的被高估，然后形成了一个，造成了一个这个现在一种人民币的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呢？内贬外升的一个状况，被过度的高估。然后美元呢？美元现在美国政府它要去拉动它的出口，那必然它要使用一个弱势美元来拉动它的出口。你如果美元过于强势，你怎么去促进你的出口嘛？告诉我，对不对？当然，中国作为美国曾经最大的进口国，对呀，美国相对而来就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蛋糕，现在美国政府它要跟你去分了，对吗？它要去主动的改变这种生物链之间的一些关系。改变生物链之间的角色，那么必然会影响到这种体系的构架以及中国政府的利益。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现在他已经在市面上抛出一些消息说，我现在有去抛售给美国债务的这种动机，不管他有没有抛。但是我觉得这起码是一个警觉在于哪里呢？就是警告川普，中国政府警告川普，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在12月份加息加完了之后减税。进行了一些大量的这种，可以，我们从一个，
我们从一个这个他国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美国一个非常第一，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举措；第二个是它其实在一个其他的国家来看，它有一些相当不负责任的这种因素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外交部长啊，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长，包括银行的一些高层都出来放话了，说美国这样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说，现在中国政府必须找到一些措施去进行应对。好，我现在中国作为你美国最大的一个持有你国债、持有你这个美国政府国债非常多的一个国家，那么你如果现在继续啊，你如果现在继续去想办法来使资本回流到你的美国，那么造成其他国家的资本被加速的抽空的话，那么必将会影响到我本国的利益。行，那我现在拿出我的美债作为筹码来跟你进行谈判。如果你再这样子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对不起，那么我们之间的国家，我们两个之间国家的经济贸易是需要进行制衡的。现在你已经开始往你那边进行偏袒了，那么我要拿出我的筹码跟你谈判。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影响到我国家的出口，那么我国家的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那我就开始抛售你的美债，我请你收一收手，怎么去啊？怎么贸易上达成再一次的平衡？我觉得是现在中美两国之间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担忧。那么，美国的一个出口，它也是显然来说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中国也不需要过度担忧，因为我们手里有足够的筹码去跟他们进行谈判。那么，所以说现在抛售美债、美国债务问题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看到，今天去关注的几个，去关注的几个，出来的几个消息，基本上都是在利空美元，我们看到这基本上都是在利空美元。抛售美债的话，当然美元要下跌，对不对？大家去看一下这些消息。注意几个重要的就是减税政策给经济带来短期支持，但长期会造成风险。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去印证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减税短期会带来支持，长期会造。但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个也不一定啊，就是在共和党内部可能会，包括在美联储内部的高层，可能会有一些在货币政策，这个包括税度政策上面的一些分歧。但是我觉得从现在目前来看，美元它的一个上涨的基本面仍然还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所以说大家在去抄底美元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技术面上有一些好的位置，但是在大的方向、大的周期里面，我觉得还仍然是美元的空头。OK，那么我们现在来回到盘面。首先去分析美元指数的日线图。我觉得在美元指数的日线图上，我们去这个是前天给大家去制定的两道关卡，第一道关卡没有突破。那么当第一道关卡不会被突破的时候，你就不要指望第二道关卡再去触及到第二道关卡去了。所以说，在92.60这个地方，美元指数再次面临下行。OK，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价格是在91.85，那么正好是你可以看到它最低的价格啊，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的价格是正好是打入到我们前天给大家去分析到的蝴蝶形态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场点。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底部的话，那么我觉得美元将在2018年去构筑到它的一个最低最低的一个新低的低点。如果美元发生反转的话，那么此刻就是在91.80到91这个区间里面，可能是美元最好的一个抄底的位置。当然了，物极必反，它有可能是一个下跌趋势的进一步的延续分化。但是我觉得，尽管前几天在大家给出大家建议，在这个地方去注意，不要去买美元，不要去看涨美元啊。尽量的要去空它，因为在这个地方仍然是它的第一道关卡，它会受到一些阻力。结果果不然，美元指数下去了，连续一二三，你看它今天收什么线？如果这线的话，那么在此我觉得会形成，我可以去试着去多一些美元的地方，我可以去试着去多一些美元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当它来到一个最低价格的时候，也去构筑了我们在交易系统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形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去多一下，哪怕它是一些偏左的预测，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先看一看1小时啊，先看一下4小时。4小时的这个 K 线，
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好，那么我们看到四小时美元它现在走，它现在所走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它还是会去探一个底，我觉得它还是会去往下去试探。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四小时去分析到美元的时候，我们就去映射到这些非美货币的一些走势的状况上来去看。我待会儿去接下来去跟大家分析欧元。那么我们昨天再去看到欧元的时候，去给大家制定的交易计划非常的明朗啊。就是低多和高空。今天这个网络怎么感觉有点卡哎？好，那个我们昨天再给大家去制定的一个交易计划就是美元在1.1940和1.2070这个区间高抛低吸，还记得吗？OK，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欧元在公布消息之后，欧洲央行在公布消息之后，然后立马一根大型的阳线直接拉上去。触及到最高价格是触及到，刚刚好是触及到1.2070，我们昨天的一个最高的高点。那么在底部，昨天在这个底部，晚间有同学在这个地方买入啊，然后我让他把止呃把这个出场价格放置在了1.2050这个地方。那么说今天的话，应该是全部止盈离场了。那么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操作的方向就是可以去高位去寻机去布局一些空单，我觉得是没有问题。我们看到四小时，因为日线级别的这个顶部啊，1.2070这个顶部，它不但是一个日线级别的顶部，而且它是一个周线级别支柱互换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欧元的分化非常重要。尽管昨天欧洲央行在出了消息说有减啊、呃、说已经把减债成为既定的事实，未来还可能继续再去形成减债。这个缩减购债规模，然后缩减购债规模的下一步是什么？加息。缩减购债规模的下一步就是加息。缩减购债规模的目的就是为了加息。现在日本央行也在做，英国央行已经加息了。日本央行现在作为一个靠维持经济运转的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去减债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而且这个美元跟日币之间的利差正在不断的，原来是不断的在这个在扩大，现在不断的在缩减。那么我们看到，一旦日本去执行它的一个购债规模或者是缩减的话，一旦进入加息状态的话，那么我觉得中国，一些包括其他的一些小国家都可以开始陆续的开始进行一个缩减购债，缩减这个，我们叫做 QE，我们叫做这个量化宽松，对吧？我昨天讲到的 QT 就叫做量化紧缩。tighten 了，对吧？都会进入到一个量化紧缩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日币，我认为在消化市场预期之后，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跌。待会去跟大家进行分析。就目前欧元的状况来看，我觉得在顶部的话，可以去适当去布局一些空单，因为我们从欧元在今年一大波上涨过来，然后昨天欧央行又出了消息，说已经确定既定是。这个事实已经成为，这个预期已经成为事实，所以说在消化这一次消息之后，欧元再次进行了一波上涨，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它可能又是一次消息的一个消化，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在欧元在顶部啊，欧元在顶部，美元可能在底部，那么在此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布局，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么在四小时里面来看的话。啊，在四小时里面来看的话，我们昨天在底部啊，如果没有昨天没有过来参加，昨天没有过来参加课程的这些同学，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昨天给大家去解盘的一个视频。那么我们昨天的分析就是欧元对美金在四小时拉回来，下跌下去拉回来，再次下跌，再次上涨，然后呢逢高空。这个路径啊，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是一目了然，而且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支撑，四小时的支撑，而且再次面临大型阳线的上涨。那所以说，我觉得昨天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在这个区间以及这个区间去做一些高抛低吸，因为现在欧元的状况就是高位震荡嘛，对不对？如果它突破，你就去多嘛；如果它没有突破，那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再次空下去，都有可能再次跌下去。所以说，在这个高位去面临震荡的时候，它会即将面临两种结果，第一种就是暴跌，第二种结果就是破位上涨。一个暴跌，一个是破位上涨。那么我们在这两种结果当中，
怎么去面临一些抉择，怎么去布局自己的交易计划，或者是说，或者是怎么去执行自己的交易策略。那么我昨天给出大家的建议就是高抛低，先高抛低吸，先高抛低吸，将这种不确定性先进行消化。然后如果市场给确的信号，比如说它突上去了，它破上去了，那基本上就是不要看，不要再看空了。啊，如果它真的破上去了，那就不要再看空了，意味着美元指数会进一步下跌，跌破91，跌破90，去到90以下，90到85，一个更低的维度。这是我的观点。那么所以说，我觉得从今天短期来看啊，这种高抛低吸的交易机会，我就仍然值得大家去进行把握。OK，那么我们再来去分析到昨天的这个，昨天去给出大家的这个一个入场点，大概是在0.20。0.2070，0.2070，其实，昨天最高价格实际上是有将刚刚好是达到这个地方啊，所以说我觉得欧元现在面临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高位，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去空一下。当然，我觉得从这个价格来看的话，我觉得还让它涨一点吧，涨一点再空吧。止损的话，建议放置在，入场点的话，我觉得入场点的话是在1.206869的样子会比较好，就是顶到那个极限的位置去入场。那么止损的话，放置在，我这里看不到价格，1.2104、1.210403的样子，大概是一个36个点左右的止损，就是再次。它如果弹到一个更高的高点的话，就是大概是在1.206869的样子去空它，尝试去空它没有问题。那么第一目标，我觉得在1.2010附近作为你的第一目标，the first targets 啊。第二目标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个支撑作为一个标的物去进行考量。我觉得这个交易计划就没问题。那么第二套交易计划就是，第二套交易计划。还是昨天回到我们日线级别来去看它，就是它真的突破1.21的话，我觉得欧元上去的概率会被增大，就是上涨去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的概率会被增大，好吗？这个是欧元对美元的4小时，我们看1小时，1小时的话，我们去看到这个价格走势的路径啊，我们去看到这个价格走势的路径啊，就是一二三回踩，再次上。现在再次是一个回踩，所以说我觉得当他去上第三波的时候，去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极限位置，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极限位置，所以说我期待它会来到1.206869，然后去空它。我觉得大家现在要空欧元的话，耐心的再等待一下。当然你现价空，我觉得好不好呢？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你成本不太好，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在这个地方空的话，你的成本会比较好一些。当然要有一个问题，就是严守止损，也一定要放啊。因为我们在讲，当一个价格运行到极端位置的时候，它有可能是物极必反，那么也有可能是行情的进一步延续。所以说，今天给出的两套交易计划就是在这个地方空，第二呢就是在上方突破去买，两套交易计划啊，我建议大家去把它执行下去。第二个就是我们看看澳币吧，哦，看看黄金。昨天给大家讲的黄金，大家还有印象吗？昨天去给大家去讲黄金，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去讲到黄金在周线级别的三角形内敛三角形的整理，不要空，不要空，在1200、1320，不要空，对吗？千万不要空，因为黄金我们在日线级别上找到了一些猫腻，它并没有构筑形态。我们看到今天黄金在昨天经过昨天晚上之后，今天再次来到1330，所以说你在这个顶部看似顶部的位置去空黄金是非常危险的，看似顶部的位置去空黄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我们就从这个周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来看，我觉得它顶部真的是还欠缺一次再次被确认。那么我们看到日线，昨天再给大家去。就蜡烛图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先不看后面的啊，就是如果它是顶部的一个3K 反转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一根 K 线它的收线不应该高于1325，对吗？而且它这根收线高于1325了，这个地方顶部构筑的这种
可能性以及预期被打破掉了。所以说，我觉得黄金在此还会继续上涨。结果昨天它在晚上，它又去冲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当然，现在我们还要耐心的去等待一下，还要耐心去等待一下，因为这种关键位置的突破，它的一个动能的存在会让它攀升到一个更高极限的位置。所以说我期待黄金去到更高的位置，我去空它。那么这个更高的位置在哪？关键问题是，你说要去高空，那么这个更高的位置在哪儿呢？啊，不要急，我们来回到4小时。看到没有？4小时。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去讲的就是，当它在顶部，它在一个顶部，它去再次去构筑成了一个。当它是在顶部，再次去构筑成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状况，这就是一个趋势的延续。那么我有两个建议，就是我们在讲交易的时候，在讲交易风格的时候，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左侧交易，对吧？第一种是左侧交易，第二种是右侧交易。好，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来做一个比喻啊。首先，为什么黄金为什么会印证我的观点？是因为我们昨天在，这是昨天给大家画的图，因为在顶部，它如果真的是顶，它的通道的朝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它如果是顶部的话，它通道朝向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你知道吗？它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但是它这个地方凸上去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在4小时里面，你也找不到任何去看空它的理由。所以说，它一定会上涨，而且它是一个价格行为的上涨。那么，我画这根绿色的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给大家去分析什么叫做左侧交易，什么叫做右侧交易。左侧交易的入场点在哪？右侧入场点在哪？OK，那么我们在随着趋势运行的时候，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入场，也就是在趋势回踩的地方入场，我觉得就应该把它定位右侧交易的入场点。如果你是在上升趋势的顶部去进行入场，在这些地方去进行入场，顾名思义就是应该空，对不对？接下来期盼的位置就是在这，对吧？期盼一个更高的高点去空，那么就把它认定为左侧交易的入场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右侧交易和左侧交易当中，我们要去寻找一些平衡，说也可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那么很多人喜欢摸顶，那么喜欢摸顶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相对偏左侧的交易者。如果喜欢去在这种趋势当中等它一个更好的价格回踩，等它一个更好定更低的低点去进行入场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它是就是右侧交易者。所以说，在这波趋势交易里面啊，在这一波行情里面，两套计划，第一套计划就是等待它攀升到高点，大概是在一千三百四的时候。去做顶部的空单，大概是在1340做顶部的空单。那么第二套交易计划就是，当它回到前面的一个结构破位的地方，OK。那么我们再回到下面这个方框里面。那么什么叫结构破位的地方？就是支主互换的地方，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曾经的这个是支撑，曾经的是阻力，它一定会变成支撑。那么右侧交易的入场点就是在这。同样的道理，这个地方再次被突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阻力会变成支撑，那么右侧交易的入场点在这儿。所以说，两套计划，高空、低买。好，我们把这些都删掉啊，可能看得有一点模糊。那么今天给出黄金的建议就是，我当然更倾向于低一些了，因为低多的话。昨天去给出大家两个位置，就是在1300。昨天在黄金跌到，哎，我记得昨天在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人问过我说，黄金在这个地方空的是吗？有一个投资人问过我，黄金是在1320、25还是26空的，止损在1328。然后呢，当时第一目标是在1316，然后我让他减仓一半，我让他全部走了，对吗？然后止损下移。今天黄金再次涨上去了，那么所以说，我觉得按照我们昨天的这个思路啊，就是如果按照一个左侧交易的思路，那么你的下一个空点应该是在这，就是黄金再次走到
顶部的时候，黄金再次走到顶部的时候，将近1335之上的时候啊，1335之上的时候，那么在这些地方去空它，然后第一目标放置在它破位的地方。那么第二个交易计划，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为什么要去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被突破了，我们看一小时里面更加明显。啊，现在是一个曾经的阻力再一次被突破。好，那么问题来了，你的入场点在哪里？那么我觉得作为右侧交易的入场点啊，顾名思义就是突破之后，它如果再次回踩的话，我就在这些地方入场，去多黄金。那么止损的话啊，这是第二套交易计划，右侧怎么入场？止损的话，我觉得，放置在1321附近，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些。那么第一目标，既然它被突破了的话，第一目标我觉得是在1300，就是它最高点创造它的一个最高的高点，它突破前高创造一个更高的高点作为你的第一目标。那第二目标，我觉得是可以是去使用趋势的跟踪，因为这一波上涨，指不定它会涨到哪去，去涨到1350，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大有可能，因为我们在四小时里面看啊，如果去随着这个趋势去把它趋势线去延续上去的话，如果它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通道去运行的话，那么这根趋势线延续上去的话，它就会一直这样子走到一个1350最高的高点。那么这个最高的高点也是我们在日线当中去寻找到的，也是我们在日线当中去寻找到的，在2017年9月7号时候创造了一个最高的新高。OK， 那么这时候黄金就极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形成筑顶。现在它不是顶部啊，现在我觉得黄金真的不是顶部，要去做空，包括市场上的一些分析师要去空黄金的。我觉得第一个空的话，应该是短线的思路，就是你要去空，就是我们左侧应该是短线的思路，而不是一个长线的思路。当然，我觉得你要去顶部空的话，当然也是一个偏左。顶部空在这些真正有阻力或者是有卖单入场可能入场的地方，可能大家会去在这里抛售黄金的地方，它的一个空，一个是成本，第二个是位置，它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它四小时正在形成一个上涨的通道，你应该做的是低买或者是在通道的最高点去空，而不是在现在这个地方空。现在这个地方空，我告诉你，你被止损的概率是60%到70%，非常危险。啊，非常危险，包括昨天在有同学在这个地方空黄金的，如果他没有在这里没有离场的话，就是昨天他有问到我是黄金该什么时候出，我说昨天是黄金在1317，对吗？我说我建议你出，如果没出的话，那对不起，你这个单如果没推止损了，止损没推到下面来的话，那你这个单就是一个赚了将近5美金，赚了将近10美金左右的单，变成一个亏损5美金的单，这个是非常让人觉得很。事情，尤其是在交易里面。好，我们来看看澳币。讲完黄金，讲澳币。澳币，我们先回到日线吧，因为我们在澳币上面给出的建议就是，我记得第一次给出的建议是澳币可能会见顶。啊！但是昨天我们给出澳币的建议是就是多，对吗？是吧？澳币你要做，你就是做多，不是做空。对吗？还记得吗？澳币。你要做就买空。昨天澳币的价格是在0.7853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你说老师，它明明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它明明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资主互换的位置，可能会越左，那你为什么还要就是还要这个买呢，而非空呢？问题在于哪里呢？第一个是仍然是上涨趋势，对吗？就是澳币仍然是上涨趋势，对吗？第一个我们要确定的是它目前到底是什么趋势，不要就是说心中不要有那种啊，觉得它到达一个高点就碰到阻力就要空了，它到达一个低点就要多了。你要先定的是它目前处在什么趋势。OK，那么第一条定下来了，
尽管它在一个高点，但是它仍然是上涨趋势。所以说，我们在买就要比卖要安全一些。这在趋势里面，你买当然比卖上涨趋势里面你去买当然比卖要安全一些嘛，对不对？那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4小时。啊，我们再看一小，再看这个日线啊。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能空呢？因为我们看到黄金，这个澳币在，因为。澳币在这一波上涨趋势当中，这一波下跌的趋势当中，现在昨天是在这儿，大家看这一波的黄金分割啊，就是从0.81一直到0.75这一波的黄金分割，它的反弹点618是在这儿，就是在今天到达的位置啊，昨天到达的位置，昨天是在这儿，他们中间还离将近一个40到50个点左右的距离，所以说如果你去用黄金分割入场的话，日线级别的黄金分割入场的话。那空应该是空在这儿，而不是空在这儿，对吧？这是第二个理由。那么第三个理由，我们看日线，我们看4小时啊。那么昨天我记得昨天是在这儿推荐大家去买的，对吗？还记得吗？就是你要去做澳币的话，你就是要再做涨，而不是做空，对吧？清仓做涨啊，清仓做涨。那么第三个理由是在4小时里面，它的一个头肩顶的被破坏。什么叫头肩顶啊？就是。构筑一个顶部，再次构建一个左肩，再次构筑一个右肩。那么顾名思义，如果右肩它被破坏掉了，那还叫头肩顶吗？那就不叫头肩顶了。那么既然不叫头肩顶了，那说明这个地方不是顶部嘛，对不对？很简单的逻辑。而与此同时，澳币在4小时这个地方完成了一个蝴蝶形态。那么这个蝴蝶形态，它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没有到。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去，在一小时，应该是在一小时里面去入场的。昨天应该是在啊，我们去把这个框框删掉啊。昨天应该是在，应该是在这儿入场的，对吧？OK，那么今天是如昨天有买澳币的同学，那么今天的话，我觉得啊，我觉得在零点现价里应该至少应该是平一半，或者是平三分之，或者是平三分之二，就是平一多半，平50%到60%的一个仓位，澳币啊，就现价有昨天有买澳币的同学，现价应该平一半，因为损一笔已经很好了嘛，1:7了，1:1.7的损一笔了嘛，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破，能破的话，澳币0.8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这个地方破，澳币去0.8是大概率实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使用跟随止损去跟踪它的这个趋势，因为我们讲到澳币在这个顶部，这个地方确实有阻力啊，我不否认这个地方确实有阻力。那么在阻力区间，它有两个极端，就是突破之后嘛，那么在上涨趋势当中，阻力被突破之后，它会变成支撑来进一步印证你趋势的上涨。在下降趋势当中，支撑会被突破来进一步变成阻力来印证你下降的趋势的下跌，啊，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辩证关系，注意啊，怎么去确认它？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个，昨天有多澳币的同学，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你的止损应该是下移，啊，就是推到这个地方来，推到这个大概是在0.7871这个地方来去看。它是否还有上涨的空间？如果上涨空间的话，那么0.79的被突破，我们的止损应该上移，去跟踪它这一波趋势，去跟踪它这波趋势。那下一个目标，我觉得下一个目标真的应该放置在0.8，就澳币这个地方被突上去的话，那么它下一个目标就大概率会去0.8。所以说啊，有现在手里还有筹码的投资人，还有筹码的同学，保护好你的筹码，先出一部分再说，先把一部分盈利。装入口袋再说，然后这个趋势最终走到哪儿去啊？我们让市场来决定。你要做的就是跟踪它，好吧？这个是澳币。当然在
当然，回到四小时来看的话啊，回到四小时来看的话，就是作为左侧交易怎么办？左侧交易似乎在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一些交易机会的。就是我说的交易机会是什么？就是空单的交易机会。为什么？因为日线级别它似乎到了一个0.618的位置。那么我们在一小时来看啊。啊，我们在一小时来看，我觉得左侧有一个潜在的蝴蝶形态，我这次跟大家一起去找一找。我觉得左侧有一个潜在的蝴蝶形态，今天去把它找出来，回踩到618，然后呢，趋势下跌，上涨，蓝色。趋势下跌上涨，再次回踩，再次回踩，去到一个高点，形成一个超卖，形成一个超卖的状态。好，OK。那么我觉得左侧交易的入场点啊，我觉得左侧交易的入场点应该是在我鼠标所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空。就是要空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有一些交易机会，因为在此啊，就是如果昨天没有多的话，当然我觉得多要比空安全一些，就是空的话就相对左侧一些了，对吧？就是昨天如果没有入场的话，那么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地方啊。去空一空也没有问题，因为当然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作为一个短期的作为一个短线的交易的思路啊。止损的话，我建议就放置在大概50到60个点左右的距离。啊，止损大概放置在0.92，0.9720，大概放置在大概放置在这个地方。OK，然后目标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一波是它，如果真的是在四小时构筑顶部，在一小时构筑顶部的话，那么澳币这一波下跌可能会比较大，可能会比较大。那所以说我今天给出大家两个交易计划，就是第一个就是昨天的多单使用。跟随止损去跟踪这个趋势。那么第二套交易计划就是，如果在昨天没有多的话，今天想去觉得澳币筑顶，认为它可能筑顶的话，想去空的话，我觉得空的位置应该是在这儿，OK，应该是在这儿。就是现在再一次反弹上去的话，那么我觉得那些左侧交易的投资人可以去进行一些空，但是也要带好止损。OK，这个是澳币啊，纽币。纽币其实昨天给的计划也是多啊，其实也是多。我们来看一看昨天的一个记录，看看。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主题是反复在被印证了？因为我们昨天给的计划、前天给的计划啊，给的给的这个建议啊，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在实现它。OK，好，很简单了，出来了啊。我们昨天是在一小时里面入场的，对吧？还记得吗？就是在这入场的。我记得昨天在讲课讲到最后的时候，有投资人问到这纽币怎么做啊？我就说，知主呼唤，形成入场，给出的箭头就是在这。今天应该是要获利了结一部分了，应该是要获利了结一部分了，就是至少要平仓一半，我觉得是比较保守的选择啊。1:2，这一波应该是最高点是1:2。我觉得现价如果没有平仓的话，现在再平一半的那平一半的这个。这操作应该是把它落实到市场当中去了，好吗？但是纽币现在来看，我觉得它涨的这个概率还在，我觉得纽币现在涨的概率还在。我们看到纽币的它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其实跟澳币很相似啊，纽币跟澳币其实在日线级别里面很相似，就是一个价格行为的上涨。一个价格行为的上涨，我觉得这次回调，如果它的深度足够低的话，那我还是会选择纽币去多，纽币去多。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多，
啊，就是它回踩到一个深度的话，我就会去多。那么我们昨天再去讲的时候，就是在趋势当中啊，始终有个惯性，在趋势当中始终有个惯性。待会儿去讲惯性的时候，我要拿日币再次去举个例子，就是趋势交易当中的一个惯性，就是支撑阻力被突破，支撑阻力，支撑变阻力，阻力变形成结构，再次回到结构。如果是上涨，我就买；如果是下跌，我就空，对吧？那么现在来看，纽币还是在上涨。那么在1小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曾经的一个高点阻力涨上去，再次拉回来，那么就会形成跟这个地方一样的一种趋势的状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纽币在1小时当中的一个上涨趋势通道的一个形成。那么在上涨趋势通道当中，我们刚才去讲到上涨趋势怎么做啊？上涨趋势怎么做啊？右侧入场在哪儿啊？是不是就是在这些地方？是不是就是在这些地方？OK，所以说啊，看到一、二、三、四、五、六，OK，那么就是这些点会形成右侧交易的那些入场点，好吧？所以说纽币在1小时更加倾向于去多一些，然后止损的话，就是它如果回到一些低点的话，止损的话，我觉得放在1.7206，对，我仍然认为纽币还会涨，我觉得纽币应该还会涨，现在不一定是顶部啊，现在大概率不是顶部，就是有一点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空就行了。我觉得在纽币交易当中啊，不要空，就是你不管是在哪儿多也好，就是你起码多，你是一个在跟着趋势在做。你如果空的话，就是一个比较逆势的了，对吧？纽币不要空啊，寻机布局多。我觉得空现在还不是时候，真的还不是时候，好吗？包括一些，当然欧元的话，我觉得有理由去空一些，因为欧元它顶部的形态已经多次去构筑了，我觉得有理由空一些。当然纽币，我觉得底部还仍然有一波上涨的空间，因为黄金在上涨，因为我们看到黄金跟澳币、纽币这些商品货币啊，包括贵金属，它有时候走势它有一些正相关性，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像黄金涨得这么凶的话，我觉得澳币、纽币大概率的还是多会好一点点，澳币、纽币还大概率会多会好一些，这是我对纽币的一个看法啊。注意今天这个位置，注意今天这个位置，那么把它画标记在上面。止损放得更低一点吧，放在0.7201吧，止损放啊0.7201啊，如果它这次回调下来的话，回踩下来的话。去多它，好吧？这个是纽币的这个我对纽币的一个看法。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去根据自己的风格去选择了。你说我等它涨到这儿空行不行呢？我觉得也可以啊。空的话就是一个左侧交易嘛，左侧入场嘛，对不对？就像这个样子，像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对吧？价格行为当中的左侧入场也没有问题。等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多空多一些，因为现在它现在正在面临回调嘛，面临回调的话，意味着我接下来我有机会入场，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日币，好，我先看一下日线图的日币。为什么要看一下日线？因为日线图的日币已经，我们在分析，在这个地方去给它空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这是日线图的日币空的思路是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再看4小时，当然现在日币我觉得多的话，你再等一等。我觉得日币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去构筑一些底部啊，我觉得日币有可能构筑一些底部，就是多的话你再等一等，好吗？耐心的等一等。我们看1小时，昨天给出日币的交易计划是2个，那么它离我们的一个最佳入场点其实就差那么一些些了，就差10个点不到。大概就差8个点左右，
我们昨天是给出的一个日币的一个趋势运行的惯性，下跌回踩六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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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昨天看它最高反弹价格真的就差那么8个点左右啊。你看这根 K 线是0.88，我们的入场点是在0.94，6个点，就差6个点，这个单就做进去了，但是没有。但是我们昨天第二套计划却已经做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破位入场，还记得吗？这个是昨天的图啊，就是两个入场点，第一个是618入场，第二个是破位入场。但是这个单子应该是有被执行到的，对吗？日币的这个昨天给出的交易计划的空单，最低点是达到了111.09，OK。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获利最少要平一半，我觉得最少要平一半。你因为已经有一个1:5的损1笔的交易了嘛，对不对？你平一半的话，我觉得先保证你的收益。那么第二目标我觉得应该会是在放置在110.90，啊，就是前下方的一个支撑处，啊，然后也不排除它在这个地方再次去运行到一个趋势的惯性，就是回踩六一八再下去，就是回踩六一八再下去。所以说，日币现在再次回踩到这个地方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就下跌回踩六一八，或者是构筑一个旗形，构筑一个旗形。再次去形成趋势，在底部可能完结的最后一次这种惯性的动作，然后在这个地方构筑成底部。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去多美元对日币不太好，要多的话我会认为它还会去进一步寻找一个更低的低点，我们在这些地方看有没有反转的迹象，有反转的迹象，双底，对吗？或者是长长的这个碳水杆打下去，再次抽上来，那么基本上底部就构筑完成了，现在不是底部，现在还没有底部构筑完成的信号，所以说我认为多不是时候，空晚了，啊，昨天在这些地方空该多好，对不对？现在我觉得就不要空了，你空的话，下方的空间已经没有多少了，下方的空间已经没有多少了，好吗？这个是日币啊，那么昨天在这些地方的这个空单的，刚才说了啊，就是平一半。止损下移，移到这个，移到损一两平的位置，然后接下来去看，期盼它有没有可能再去创一个低点。OK，好，那接下来留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问。啊，我看看大家的问题。一个一个来啊。如果欧元升破了这个1.2090，升幅可预测到多少？欧美现在空单是否要减仓一半？欧美在1.2015的空单。1.2015这个地方空的好像不太好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你看欧元的，啊，我们一个一个回答啊，你是空在了1.2015，在这个地方空的，这地方空的不太好，正是它一个大型阳线的上涨的过程当中，空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这次下跌，它再次回到，先保本出，好吗？先保本出，OK，先保本出。我觉得去先保本出之后，等它去回踩到我们的这个1.2070附近再去空它，好吗？突破1.2090，最高会上涨。突破1.02090啊，就是真的是突破1.02090的话，那么我觉得欧元上涨的维度。它会进入到一个新高的维度，就是不会再到1.20这个地方，或者是在这个下方，在日线级别下方来回震荡了。它要震荡，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去进行震荡，就是到1.20，一直到最少吧，最少是看到1.24、1.25。OK，就是的上方的空间会被进一步打开。
所以说，在这些地方啊，我觉得清仓去在顶部去做一些空单也没有问题，但是一旦突破，你就要改变思路了。一旦突破要改变思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欧元、英镑、欧盘、美盘估计看高空。好，我们看看欧镑。其实欧镑昨天是有给两套交易策略的，是吗？我记得昨天欧镑是在这儿，对吧？在这儿，我们给的第一套交易策略是在突破0.88770的时候去多，对吧？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多它，对吧？第二套交易策略就是，如果在一小时，在30分钟，我们记得是在30分钟，就如果形成停滞的话，就可以去空它。就是在这个阻力位置，如果形成停滞的话，去空它。当然，我们昨天欧元对英镑在这个地方拉上去之后下来，再次拉上去了。所以说，第一套交易计划应该是被执行进去的啊，就是去多去做破位的多，应该是被执行进去的，好吧？这个是欧镑。但现在来看的话，欧镑是确实到了一个阻力位置，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欧镑确实已经到了一个阻力位置，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可以去空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我觉得还不太会选择到这个地方去空它，因为你看底部的一个上涨还是非常明确，十字星之后连续的一二，所以说这次今天的话，它还是极有可能去上涨的，所以说不要现在不要去空欧镑，好吧？我觉得现在去空欧盟不太好。啊，看看加日。行吧，这个同学我就私下跟他回复。高铁上信号特别好，特别差。好，那我们今天亚洲盘的讲解就到这结束了，好吧？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进行一个亚洲盘的分析和讲解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